手术前的朱尼尔眼睛偶尔会出现完全不对焦的状况。朱尼尔刚出生的时候眼睛很大，这时候还没有发现眼睛有什么异样，从单眼皮出现了双眼皮，觉得儿子的眼睛好大好可爱哦。一岁之前的朱尼尔讲真的完全看不出什么异样，直到快要一岁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眼睛好像有一点怪怪的。满周岁前例行性的回诊打预防针，也请诊所的小儿科医生看一下儿子的眼睛。那时候医生评断弟弟的眼睛很大，而且还在发育，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大碍，说再大一点就会好。但是身为妈妈的我怎么看都还是觉得怪怪的，立马查了一下文献，也想找更专门的儿童眼科医生，因为一岁半后的朱尼尔更频繁的不对焦了，从初期的只是拍照的不对焦到日常生活很明显的不对焦，当时候的我真的各种担心，即便听到两个以上的医生说大一点就好了，又或者是说要等到他长大会指测量眼睛的方向才会更准确，我都还是觉得不太对，要找更专门的儿童眼科医生。于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找到了台中普爱眼科诊所。不爱眼科的沈秉和医师就是小儿眼科专门，我们第一天先带儿子来评估，现场医生的给息超专业，医生会用这些小玩具来吸引小小孩的注意力，进而更准确的来判断朱尼尔眼睛的问题。医生看诊完告诉我，朱尼尔很明显的就是外斜视，朱尼尔的外斜视角度很大，每个小孩眼睛状况不同，治疗的方式也不太一样，医师也大概专业的解说了一下治疗方式，因为也好像只剩这个治疗方式了。斜视的产生就是因为两个眼睛的肌肉不协调，医生会施打肉毒杆菌在眼睛的肌肉，因为朱尼尔的眼睛是属于交替型外斜视，交替型外斜视就是他使用左眼的时候右眼会跑掉，使用右眼的时候左眼会跑掉，所以这个手术弟弟两只眼睛都必须施打肉毒杆菌。朱尼尔才两岁多，需要用全身麻醉的方式来进行，于是在手术前我们要到荣总医院进行麻醉照会。总之到看诊到确定手术时间，我们都很明确的确定只要朱尼尔的眼睛可以好且安全评估的状态下，我都愿意尝试。手术前会有点辛苦，需要诊所荣总大医院跑来跑去的，因为术前的评估术前的麻醉照会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在这个忙碌奔波的过程中，我都觉得非常值得，一点都不累。因为儿子这么帅，怎么可以眼睛看起来像脱汤呢？沈秉恒医师每一周会有一天会在荣总医院，所以我们需要那天看诊，那天预约手术的时间。还记得在荣总医院看诊的那一天，现场有非常多内斜视、外斜视的小小孩。医生告诉我，其实亚洲人斜视的问题非常之高。奔波了好多天，手术的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说不紧张是骗人的，毕竟我怀胎十个月的儿子啊。但是为了儿子。以及为了儿子的未来，这段过程我们一定要一起熬过去。来到了手术当天，前一天12点过后就不能够进食，因为需要麻醉。没喝夜奶的弟弟很崩溃，搭上计程车赶紧来到手术前准备。朱尼尔在哭哭下换上了手术衣，妈妈我也换上了手术衣。抱着朱尼尔走到手术室的路上，护理师还问我弟弟是第一次进手术吗？我说对，这过程眼睛瞬间放红，那一刻也才能理解，原来当妈妈后，小孩都是我们的心头肉。虽然是小小手术，但是因为朱尼尔才两岁多，又是施打在眼睛的肌肉上，所以必须全身麻醉，用吸入式的方式麻醉。听从麻醉师的引导，抱着小小的朱尼尔，看着他从清醒到睡着，妈妈才能离开手术室。这个过程煎熬啊！在手术室外等待15分钟，手术就完成了。麻醉过后的朱尼尔有点躁动，真的非常感谢荣总儿童医学团队，他们都好有耐心也好有爱心。清醒过后的朱尼尔精神挺好的，看着老公在玩女儿从学校赶来，这一刻也觉得好感动。医生说因为弟弟是外斜视，药效施打后眼珠子会往内跑，朱尼尔大概会有一个月的时间眼睛会变成内斜视，也就是斗鸡眼。打肉毒后眼珠两侧红红的，就是施打的位置，施打的第一天会红红流血是正常的。从医院回到家还好，精神非常好，但是也因为刚麻醉后需要空腹4个小时，等到麻醉全对才能正常的饮食。还剩30分钟，已经饿得哇哇大哭了，终于可以吃东西了，真的饿坏了吧。药效奏效的非常之快，手术后的第二天就开始非常的斗鸡眼了。医生说药效浓度会让眼珠子慢慢的回正，所以在浓度最高点的时候眼睛会非常的斗鸡眼，但是最艰难的我们都熬过去了。这一个月的斗鸡眼其实看久了也是挺可爱的，这真的是个很神奇的变化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手术后的朱尼尔现在眼睛都没有出现外斜视了。每2到3个月，不爱眼科也会提醒我们回诊。一次的回诊，医生就会再测量一次朱尼尔眼睛的角度。医生说，朱尼尔非常的成功，位置回来的也非常准确，都没有跑掉。现在每天看着儿子，就觉得还好，当初的决定是对的，也非常庆幸自己在朱尼尔3岁以前把他的眼睛治疗好。医生也有说，肉毒杆菌治疗的方式成功率达90%，以及大部分的患者注射一次就达长期矫正的效果。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，或许朱尼尔长大后会忘记他有这么一段过去，但是妈妈会告诉他，你有一双好漂亮的眼睛哦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在
我们有能力的时候给孩子最好的，让他未来不会因为外在而影响心理。祝你呢要平安健康长大哦，长大以后会太帅，妈妈担心呢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